我想人的生命也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不安，有生老病死的不安，有贪嗔痴的不安，求不得的不安。而对我自己，我更大的疑惑是对爱的不安，对爱的不安。I have a dream. My four little children.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网站消息，台湾花莲县附近震度7の地震を観測しています。また宮城県中部などで From MH370 have been attacked in two American cities, New York and in Washington. The trade centers here in New York have been hit by airplanes.就算是创作一个最简单的佛像，我都必须去揣摩他的慈悲跟智慧。我长时间在这样的思绪里，我觉得他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宁静。所以我从来没有当创作佛像是单纯的艺术活动，我当它是我生命的学习。